红镜红外线小样染色机 IR24M、IR12M、IR24S、IR24ASB 适用于纺织、印染、化工、染料、起水、教学等实验室小样织物的染色、打样。设备采用红外线染色，由于红外线灯管首先加热导热管，加热染杯，避免了杯与杯之间的温差。温控探针直接探测温度，机台温度精准，杯内温度与设定温度保持在正负 0.7 摄氏度误差范围。在操作上，以 ERP 客户端可以连接红镜中央疾控系统，与配套设备同时操作。同时冷却方法采用对流强制风冷降温，不仅安全高效，还能实现节能降耗。能耗相比甘油打色机省电 50% 以上，节省巨额甘油费用。正常使用下，机器寿命可长达10年，真正实现高性价比的优势。红镜红外线小样染色机因精准而高效。